很久很久以前，地球上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和茂密繁盛的植被，无数的恐龙在这里自由地繁衍生息，逐渐形成了繁荣热闹的恐龙世界。但是一位神秘的博士潜入了恐龙世界，他的目的是所有的恐龙都是属于本宝宝的。所以你们这次的任务是马上前往恐龙世界守护所有恐龙。啊，太棒了。超星特工守护恐龙出发。恐龙帆船。救命啊，谁能帮我停下来呀？小笼包，快让志哥帮他停下来。得救了。有紧急情况，大家赶紧集合。明白。不好了，这只棘龙要被花尾博士抓走了。棘龙有一个巨大的背帆，花尾博士抓它，难道是要……不行，我们得赶紧去救它。超星特工，守护恐龙。看看这巨大的背脊，真的像船帆一样。棘龙，本宝宝宣布，你是属于我的了。这里的风向不错，刚好可以试试我的新发明，保证让猪猪侠他们吓一跳。霍霍博士，快把棘龙放了，它是属于恐龙世界的。猪猪侠，又是你们，快把棘龙放了，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的。嘿嘿，你们能跟上我们再说吧。百变魔方，嘿嘿嘿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宝宝的恐龙帆船。啊，沙漠里开船，这不可能。水手笨笨，准备起航。遵命，霍霍博士。啊，快追！
恶，这里明明是沙漠，坏坏博士的帆船怎么还能跑得这么快呢？猪猪侠，我们还是赶紧找小飞问问吧。嗯，开启远程协助模式。坏坏博士把运输车变成了恐龙帆船，即使在沙漠里也能飞快地行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请稍等，让我调查一下。根据分析，恐龙帆船前进方向和风向一致，坏坏博士是将棘龙的背帆当作了风帆，借助了风与帆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沙漠上行驶的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力都是成对出现相互作用的，两个物体彼此施加给对方的力，一道称作作用力，另一道则是反作用力。比如走路时，脚将地面往后蹬，地将脚往前推，从而让人往前走。划船时将把水往后推，水就将桨往前推，从而让船往前进。帆和风也一样，帆将风往后挡，风就将帆往前推，从而使帆船驶向前方。这就是为什么当船停在港口时必须收帆，因为当帆对风形成向后的推力，而风却无法向前推动船只时，船就会被吹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了，远程协助到此结束，你们加油吧。原来恐龙帆船能快速前进，是利用了风的作用力。快看，风变小了。哦，好机会。小龙帽，加速前进。灰灰博士，风太小了，我们的帆船没法前进了。没关系，即使没有风，我也有办法让恐龙帆船动起来。纤夫笨笨，给我使劲拉。原来这就是你的办法。嘿嘿嘿嘿嘿嘿。灰灰博士，终于追上你们了。灰灰博士，没了风，你的恐龙帆船已经跑不快了，你还是投降吧。哎，可恶，笨笨，快加速。快加速。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。这下要完蛋了，完蛋。有大风帮忙，他们又要逃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！猪猪侠，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我，你们就慢慢追吧。放心吧，阿武，看我的超星吸盘。遵命，霍霍博士。猪猪侠，再这样甩下去，我们真的会被甩掉的。有了。
问问，风这么大，帆船怎么又慢下来了？因为猪猪侠他们变重了。成功了。你们别得意。我们还可以把绳索剪断。笨笨上，准备。怎么会这样？小飞说过，当帆对风形成向后的推力，而风却无法向前推动船只时，船就会被吹翻。那吉龙没事吧？我们快去看看。水手笨笨，快调整吉龙的背帆，继续起航。可是吉龙已经不见了。看来吉龙没事。在沙丘里奔跑的吉龙真的很像一只在大海里航行的帆船呢。奇妙的世界一打开，有只小猪，感觉好。